各位空中圣经学院的朋友，平安！欢迎你继续和我一起来查考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是许多研读的人认为是整卷福音中里面的一个表率。事实上，它是整卷福音书里面重要的主题和精华所在。 我还相信这个故事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我们人类隽永的问题，一个隽永的困惑，那就是苦难。耶稣对门徒的回应，也确实回答了人类历史以来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苦难？苦难从哪儿来？ 可是耶稣的回答也质疑了一些过于简单、过于约化的答案，那就是苦难是因为罪恶而来的。当门徒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时候，他问耶稣说：“究竟这个人是他犯的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的罪，使得他瞎眼呢？耶稣回答门徒。 邀请他们从苦难中看见神工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问为何有这般那样的悲剧的同时，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问问，神怎么样可以彰显他的荣耀呢？所以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猜我来者的功，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就是世上的光。耶稣的回应将一个哲学的问题，一个很冰冷的一个哲学的一个讨论，转化成为一个生存的实践。事实上，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 我们会看到故事里面的人物的那种互动，将一个冰冷的讨论变成一个生命的凝视。在这个福音书的故事里面，我们发觉，与其抽离的问苦罪的根源在哪儿，倒不如面对这个苦难，问神如何可以工作，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也问自己。 有没有有份于将苦痛加在别人的身上？生来瞎眼的朋友得以重见光明，随之而来的应该是喜乐、兴奋和感恩才对。可是，待会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这个故事丝毫没有任何欢愉的气氛。 反而是一幕又一幕的茫然、疏离和恐惧。如果是关于罪的话，究竟是谁的罪呢？如果是恶的话，那是怎样的恶呢？《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也许人性的幽暗的势力啊，要比眼睛的缺陷。 要比我们所看见的那一些身体的缺陷、任何的苦难，来得更加的可怕。让我们来看看九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数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做的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 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样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在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刚刚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马上出现一个很奇怪的一种的感觉。 很奇怪的一个的现象，一个本来生来瞎眼的人，当他能够得见光明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周遭的人的反应是雀跃的，是兴奋的。你能不能想象灵舍对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反应呢？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发觉灵舍好像不太能够认出。 这一个生来下眼的人，我曾经听过人解释说，灵舍不能认出这个人的原因，是因为一个长期失明的人，他的形态、他的动作，都跟他看见以后呢，有很大的发，有很大的分别，这是为什么他的灵舍认不出来的原因。可是如果说我们仔细的在读约翰福音，看看约翰福音怎么铺陈这个故事的话， 我们会觉得，灵舍和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之间的对话，说明灵舍之所以不认得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不一定是因为这一个瞎眼的人能够看见以后他的行动不一样，而是因为这些的灵舍从来没有好好的看这个生来瞎眼的。 这个生来瞎眼的朋友，他是要饭的。他既然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大概不能走动太多的地方。他们可能走过他的身边，放下一些吃的，放下一些用的，甚至还可能放下一些的钱。他们给他一些的送赠，给他一些的施舍。可是从来没有好好的看一看他，那是为什么？ 当他重见光明以后，他们没有办法及时认出他来。究竟是这一位生来瞎眼的人看不见，还是这些灵舍没有看得见呢？如果说看不见带来痛苦的话，究竟是这个失明的人经历的看不见带来的痛苦，还是？ 他没有被别人看，也是说别人没有好好的看他，带来的那一种的孤单，那一种的苦痛是更加的深，更加的重呢。这究竟是谁的罪？究竟是怎样的恶呢？看不见当然是很大的苦痛，然后一个没有看见，一个没有能力看见的人，不被人。 注意，不被人注视，不被人关心，那是另外的一种痛，更深的痛。除此以外，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角度，或是说一个我们觉得特别难过的，一个角度，那就是在十三节到二十三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 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样看得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 怎能行这样的神奇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你说他是怎样的人？”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 如今怎么能够看见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是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自己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这是刚刚我说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惑、非常难过的一段经文。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想象？ 生来瞎眼的父母亲对儿子重见光明以后那种奇怪的反应吗？你能够解释他他们俩为什么丝毫不因为儿子重见光明而喜乐和感恩的呢？似乎儿子的康复没有为他们带来了兴奋，反而似乎给他们添了麻烦，使得他们。 不得不和儿子划清界限。我们可以稍微想象，如果我们自己的亲人里面有哪一位患的病突然间好了，或是说接着祷告，甚至接着医生的手好了，我们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感恩，就是喜乐，一定会开一个感恩会，一定会跟。 更多的人来分享，哎，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她从怎么样怎么样的处境当中被救回来了。这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常理的一种的反应。可是，这种情形没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里面。那我们的问题是：是什么压抑着这父母亲感恩的理由呢？是什么消灭了他们？ 欢庆的原因呢？约福音说，害怕、恐惧，是害怕和恐惧压住他们那应该喜乐的心，是害怕和恐惧熄灭了他们应该感恩的灵。如果恐惧是这个原因，那么使得恐惧发生那个力量是何等的大的力量。 如果我们说是罪恶的话，这边有一个更大的罪恶，使人害怕。究竟是谁的罪是什么样的恶，使得人臣服在这样的一种黑暗的诠释之下，使得他们不能感恩，不敢喜乐，不敢承认经历恩典这样的体会呢？当然，我们要想的。 就是使得父母亲恐惧的宗教领袖。刚刚我们在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稍稍感觉到宗教领袖的。你能够想象宗教领袖那灼灼必人的盘问吗？无论是对这个生来瞎眼的，或是说他的父母亲，作为宗教的领袖，究竟他们寻找的、寻觅的是什么呢？他们要见证的。 是什么呢？他们要证明的是什么呢？他们证明的岂不应该是神的荣美吗？怎么他们致力于证明别人的罪行呢？怎么他们致力于压抑别人因为经历恩典而有的喜乐呢？可是为什么他们竟然把这个机会拿来做成可以断定别人而？ 自以为意呢？他们的信仰究竟是让人经验光明，还是叫人被黑暗所吞吃、所压抑呢？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关于苦难是怎么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的论述，原来是一个生命的反照。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知道，在我们身边。 苦难是生命中免不了的现实。当我们周遭发生了苦难的时候，究竟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我们是好像那些灵舍一样，还是好像父母外于恐惧、外于利益，而不敢喜乐，而不敢感恩，不敢加以援手呢？ 还是我们像宗教的领袖，因为自意而把重担加在弱小的族群的身上呢？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远的、近的、知道的苦难、面对的苦难，你倾向怎么样解释苦难呢？还是你只是凝视苦难中的人，去看看？ 怎么样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你苦，你凝视苦难中的人，看看怎么样可以帮助他？还是你因为自身的利益不敢援手，不敢拥抱在苦难中的人，为他们言说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你觉得生命当中最大的苦难是什么？ 约翰福音第九章的内容不仅仅叫人省思，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这个故事看起来是理所当然，可是如果说我们在细细的思想，它不仅仅是艰难，也是能够指导人性。比方说，谁能说法利赛人不是在寻找神工作的痕迹呢？在 肯定与否定神工作之间，牵涉的又岂是单单是教育的问题，又岂是单单规条的斟酌和议论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行了好几件神迹，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认同耶稣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更不要说看见神的荣耀了。用约翰福音第五章为例。 耶稣治好那病了三十八年的病人，这这个故事没有用赞美诗来结束。讽刺的是，这个故事《约翰福音》第五章故事，反而以法利赛人要杀掉耶稣为结束。《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耶稣使拉萨路从死里复生。 旁边侍卫的人没有一起高唱哈利路亚，不仅仅这样子，有人想要把耶稣连拉萨路也干掉。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是因为辨识神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神怎么样工作？神在哪里工作？ 神透过什么人工作？神会不会工作？这都不是很容易的，这都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就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记载里面，同样的问题困扰着法利赛人。安息日是每一个犹太人都遵守、遵从而隆而重视的一个的时间。 所以，按照的规矩，他们不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神会在安息日工作吗？他不是在创造后宣布这一天是必须休息的圣日吗？他会在安息日工作吗？可这里就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工作。法利赛人半带怀疑、半带挑战的提问。 神会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来工作吗？这个耶稣和我们不一样。法利赛人说：“我们是专心研究摩西律法的学生。”而这一位不过是来自加利利拿撒勒的一个木匠之子。神会透过他工作吗？神可能。 在我们不熟悉的系统，在我们不熟悉环境，可能在我们不熟悉的习惯里面工作吗？神可能会使用我们不感兴兴趣，甚至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环境来工作吗？这不仅仅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利赛人的困惑，也许，亲爱的观众朋友，是你和我的困惑。 你和我的问题，你和我不甘心、不情愿，因为上帝的工作竟然透过我们不熟悉的环境、我们不熟悉的方法、我们不熟悉的人，我们都同意要孜孜地寻求神工作的轨迹。 使得我们可以配合他的工作，使得我们可以彰显他的荣耀。可是，这是谈何容易啊！好几年前有一个主日，我在我的一个好朋友的教会里面，呃，聚会，听他讲到。好朋友在讲到的时候，呃，分享他多年来心里面的一个的挣扎。 我的朋友从讲道中分享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使我更加的尊敬他，更加的了解他，也格外的欣赏他如此勇敢、真挚的一个的分享。过了一天，我写了一个电影给他，我说我很欣赏你的分享，我觉得你的分享很感动我，我猜想也一定感动很多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我可以在往后的广讲。 在往后的讲道里面引用你这个分享，你这个经历，他是很爽快的给我回一个电邮说：“如果对弟兄姐妹有帮助，请随便使用。”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呢？那是三十多年前的的事情了。当时候我的好朋友，他的太太是因为先天的心脏毛病。 需要动一个很大、很复杂，而且非常昂贵的手术。我的朋友跟我们一样都是教书的，没有太多的金钱，所以很苦恼，不晓得呢怎么样可以筹够足够的金钱来为太太来做这个手术。可是他的上司和同事呢非常非常的爱他，非常非常的关心他，就为他推行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筹款的活动。 不仅仅募得需要的手术的费用，而且余下来的款项还可以成立了一个的基金，帮助有需要的人使用。在这样一个美事上面，我的朋友竟然没有太大的喜悦。他在讲到说，他一点都不觉得高兴。为什么呢？他说。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丈夫，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事情，还得仰仗别人的帮助。他认为，这是一桩不体面的事情，这桩不体面的事情，根本不值得他高兴。我的朋友是一个牧师，我的朋友是一位神学教授，可是他还在这样一个经历恩德的阶段里面。 没能有感恩的一种的体会和生命。后来他在一个大型的聚会里面，有一位他从来不认识的年轻人跑到他面前问候他的太太。我的朋友反应是马上很不高兴。他接着就问那个年轻人：“哎，你怎么知道我太太的事情？”那个年轻人告诉他：“哦。” 我们这里呢有一个的本地的一个基督教基督教的周刊呢，它有一个消息刊登了啊、呃，您的太太动了手术这样一个事情啊、呃，不晓得他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一直呢为他的祷告，一个很好的慰问，很好的支持。可是我的朋友在讲道里面向他的会众分享，他说他当时候的感受是生气。 为什么这一份的周刊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刊登他太太的事情？他心里面很不高兴，并且打算回家以后呢，马上投诉，向这个周刊投诉说：为什么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你就登我的太太的消息？他始终没有把这个投诉发给这个周刊，可是他的心里面一直都不高兴。 这些年来，他一直为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不高兴来思考，直到有一天，他恍然大悟，他恍然醒觉美，美成美善成为苦罪，问题在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讲法，他说：“因为不必要的自尊和想法，我竟然活在恩典中而毫不喜乐。” 亲爱的观众朋友，神可能会在我们不熟悉的系统、习惯、环境里面工作吗？神可能会使用一些我们不感兴趣、甚至我们不喜欢的人工作吗？我们的困惑、不情愿、不甘心，我们有没有可能把美善变成苦罪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终日纠结在黑暗中埋怨呢？愿主。 怜悯我们，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光明的主，求你照亮我们的心幽暗的地方，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尝过恩典的人，尝过美善的人。帮助我们把这些美善、这些恩典，化成生命的祝福，让周遭的人体会恩典之美。 帮助我们不要把美善变成苦罪，帮助我们勇敢的面对自己，面对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看见，使我们感恩，分享恩典，奉靠你的名字求，阿门。